观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看正言上人纳履足迹。2015年8月8日，苏迪勒台风的强风豪雨重创乌来，造成严重灾情，超过6000人次的中高龄慈济志工投入赈灾行动，协助乡亲清理家园。唯有经历灾难，才知道灾难的可怕，如何从灾难中学习，用谦卑的心与大地共生息，是大家最需深刻检讨的课题。上人期许慈济人借由回忆为时代做见证，期盼从灾难的震撼和伤痛中汲取教训，提高警觉，启发人人爱心，远离灾难。现在敬请快来收看今天的节目。2014年8月，那时候晚上风雨交加，我在碧潭东岸这边，我看着我们家外面的水一直在涨。那到了白天，水剩下两阶就淹过我们的卖场。9号的早上，我们就收到讯息，我们和护协团队一同去勘灾，从勘灾到动员到赈灾行程，我都有参与。那在过程当中，我学校的真的很多事情都是要把握当下，要恒持刹那。上人，我做到了。我的老家在乌来，公公婆婆都住在乌来。那天苏迪勒台风，我们也不知道它突然间会有这么大的大水，水当下是淹到了桥上，然后是很像大海一样的波涛汹涌。我们有2天的时间没有办法联络到公婆，我们非常的担心。我的先生跟我先生的哥哥，他们就徒步走上山，花了好几个小时，看到了公婆，没事，他们相拥而泣。可是看到了满地的污泥，全部地下室都是烂泥巴。第二天，我婆婆就看到了满满的慈济人，把我们地下室的烂泥巴一桶接一桶，一桶接一桶的把它接出来。当下我婆婆一直掉眼泪，她说：“怎么有这么感动的人，这么感动的事？”她不能相信，她也一直交代我今天来要非常感恩慈济，感恩上人，有上人才有慈济。感恩啊，回顾莫忘那一年，我们的生命时间还是留住我生命走过的路啊，最实在。所以师父最近一直呢跟大家人讲，莫忘那一年，莫忘那一人，莫忘那一念心啊！这都是生命的价值啊！所以咱来
好好珍惜。那一年有来水灾，一年的水灾啦，真正是真大。山顶是安怎会淹水？啥人都无法度去接受，五度为脆，人生无常，大地无常呢，成住坏空，这都是我们人生要面对的。那一次乌来的是南中都往北走，对地下二楼、三楼、四楼，这土门过起来。那个时候，慈济人拖入屋来了，那个地下室泥土是一趟一趟。人力安尼运起来，这就是慈济人关怀天下事，不分南北，都是一家人，互相支援。2009年，那是台北北中往南去支援我们北区慈诚，北区委员他们呢腾心出来领导大队组往南下，大家人要下去赶汤啊，扫些七步，大家人自带赶快的投入，规身躯拢是泥土，迄种吼，谦恭付出，感恩完成，真谦卑，真恭敬付出。咱去甲人摒扫了后，迄、那个家庭的人伫门口，咱回头呢，慈诚队规身躯拢泥土，回头呢还要鞠躬弯腰跟他说感恩啊，这都是啊我们生命的历史，谁能做得到啊？那种的真诚啊，那种的善的爱啊，的水咱这片的心地，咱这片呢金子之风，那一种诚正信实，那一种贤达，真正是贤到贤正位啦，叫做菩萨的初地。我们踏进啦初地，叫做欢喜地，时时欢喜。所以大家啦，一种和风呐，扫掉了浊气，蓝天白云，和风送来。天是不动的，云呢轻轻飘过，之美啊！这就是国运，整对整齐。投入需要我们的地方去，那种不受污染，还是呢干干净净，心干净了，出来了满心欢喜，无去记挂过去，咱为多位做偌济，心无去记挂着。但是师父要甲恁讲，
只要我们有投入的人，生命有历程过，我们要莫忘那一年，莫忘同样的这一年，八仙混成宝，慈济人的动眼投入，投入抢救，辛苦，这都是唔通去予伊袂记哩，不可以忘掉。那我们今天特别邀约我们八仙城报伤者回来，一方面要感恩上人，一方面要来领受上人的祝福。那个意外当中造成将近500位的孩子身心受创，而且15人往生哦。深陷在其中的伤者还有家属度日如年，重建之路非常的艰辛跟漫长。慈济人在事发后整整半年都在各大医院在陪伴这些家属还有伤者。我看到那孩子，我真的很心里很不忍心。那穿到那孩子还穿很高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可以让他们关心，很开心。大爱感恩科技的团队赶快去研发高杏仁的质感的一个压力衣，大概有半年的时间，我们进驻到那个阳光基金会来协助量测的部分，希望能够对这些孩子复健的路能够有更提升，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。首先真的还是要很感恩上人，我们其实压力衣以前都要穿一整天的，然后其实穿很久都还是很不太舒服，上人就为我们研发就是凉感的压力衣，帮我们穿压力衣这件事情其实很不容易，因为一次光我妈妈跟我姐姐在帮我穿的时候就要花很久的时间，然后我们的慈济师姑师伯们完全是为我们付出的心态，然后再重新学习如何帮我们穿压力衣，也都会在过程中问我们有没有不舒服或者是什么的，真的就很感恩他们一直为我们的持续的付出。首先要感谢上人为我们祈福，你看我手上拿的这个净丝，当时我在医院很无助的时候，我自己一个人在那个家属休息室的时候，只有一个人的时候，录音带就是拿着这个净丝，然后播放上人讲的那些话语，然后就感觉到好像有人陪伴在我身边，也要感恩上人那时候有带领全球的慈济师姐们为我们祈福，那个力量真的很大，所以再次感恩上人，谢谢。现在很壮啊，你可安心了。这一些孩子都是这样，每一位都是社会种子，也是精英。虽然曾经有过身心有障碍过，有被伤害过，但是很庆幸总是呢风雨中也可以走出来，有青天啊，人人要好好的好好的回忆过去，风暴是如何进去的，千万啊都要莫忘，我们人生能闪过风暴尽量要闪，还是呢我们的人生生命要珍惜在黄金时间，你们现在都是黄金年华，好好的爱惜，好好的把握，社会会成就出来杰出人才，宝特瓶也可以成为这一支笔，这一支笔呢再用心它也可以成夜光，没有灯光的时候可以写字的一支笔，所以人生啊没有晦气的物件，真正的灾难容易过去，过去了
还可以复健，最重要的是人心，如何建设人心才更重要。总而言之呢，社会需要的是人和和互协，凡事都是要合作核心，我们呢和和气气，社会就祥和。我在这场意外，如同你们看到的，就是失去我的双脚还有我的右手。其实这对一个22岁的年轻人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。我选择活下来是因为我爱我的家人，我还有好多的梦想，好多的目标想要去完成，所以我从一点一点慢慢的努力，到现在4年多的时间，我认为非常的值得，是因为我现在的生活过得比以往更精彩，而且我更懂得珍惜。我不会去看我没有手脚这件事，我会看我现在还活着，逢年过节的时候不用空一个碗筷，虽然我没有了手脚，但我还是可以陪着我的爸爸妈妈。我自己很幸运的就是还拥有说话的能力，那现在其实也在各地去演讲，因为我觉得老天爷让我活下来一定有另外一个使命，对我来说可以把我的故事分享出去激励别人，就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情。伯母也真的是生命的勇者，要加油，真的勇敢，生命的勇者，了不起。我会记得我跟上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是用哭的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要怎样。上林跟我说，有生命就有力量，要尊重生命，人只要活着就无限的肯定和希望。有那个机会第二次我又见到上林，我说到这个孩子这样，到现在是要怎样，我做事大人的人，会当安怎来协助这个囡仔？上林甲我讲，伊家己会照顾家己，所以伊今仔日做到，所以我带伊来甲上林，感恩，感谢你的开示，感谢你的祝福，谢谢，感恩。人伊活出了吼，家己真正的生命，脚手是一个假象，但是他活出了真实生命，所以你不用加烦恼。其实他活出了，可以照顾别人，对不对，伯伯？对。是啊，生命。伯伯哈，因为有出一本书，所以他想要把这本书送给我们的上人。有力量的力量，画出生命来。这就是我亲笔写出来，来鼓励大家。再接再厉。好。再写。好，没问题。有没问题了。八仙气爆，一挂少年人，有的长脚，有的长手，几下个囡仔来分享啦，讲。伊的过去，迄个时师父来关渡，遮个家庭、遮个囡仔，拢来关渡看师父。师父甲因鼓励，因即马拢行出来。经过遮侪年啦，这位年轻人分享真侪伊的过去，受伤的过程。主祭人安怎过？伊讲：师父，我无放弃，我脚手无法度做，不过我用嘴讲真济，我用我的身躯来示范予大家人看。少年人爱注意，无常随时，忽然间。变成安尼，这叫做人生。
佛陀甲咱讲，人间呐，就是苦啊。佛陀在人间看见人间苦，所以他突然间发现呐，什么叫做生命？生命的真体道理是什么？所以他开始追求生命价值，所以修行啦。我真感恩咱有祖先公众呢，五十多年来啦，到现在，咱今年多好救济一百个国家，助济人。因听到法，因发心，师父鼓励因，恁那师父的弟子出去，一定要做一粒种子，一生无量。把我带心的种子出去，就地布种，愿任何一个所在苦难。佛教呢，一卡只都教下去，所以呢，我真感恩这些菩萨，感恩台湾呐、啊，慈济的家人，啊，感恩事多啦，咱爱好好虔诚祈求天下平安，感恩哦。生生向上人行问讯礼，问讯。2015年6月27日，八仙乐园尘爆意外，造成多人严重烧烫伤。慈济志工在事故之后前往各医院关怀。慈济基金会与阳光基金会合作，研发更适合伤患复原的弹性布料，制作成压力衣，让伤患复健时能有更好的保护。人生无常，但慈济人的爱却永恒不间断。在志工不间断的关怀下，八仙尘爆的伤患走出了人生的阴霾，重新拾回勇气，在满怀感恩的分享中，说出了他们找到新生命窗口的动人篇章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正言上人纳履足迹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